大家好，欢迎收睇大胆赛马频道啊！咁啊，今日条片同大家讲讲听晚六月七号跑马地夜赛心水啊！中意片段嘅记得俾 like、subscribe、订阅频道，揿埋钟仔，有新片通知你啊！咁啊，订阅方法好简单，每条片右下角都有订阅嘅按钮嘅，咁啊，咁啊，咁咧就订阅到个频道噶啦。咁啊，除咗订阅频道之外咧，亦都可以考虑加入会员心水服务啊！咁啊 ，YouTube 有三个级别可以拣选翻啦，咁啊，另外 Patreon 都有三个级别拣选翻嘅。咁啊，讲翻啲乜赛事啦，咁啊，将会采用呢个咧跑马地嘅 A 跑道啊，咁啊，九场嘅赛事啊，头场开跑时间咧就6:45，咁啊，头先条片咧就有啲问题啊，冇声啊，咁啊，所以要再拍过啊，咁啊，由头嚟过啦吓。咁啊，用翻呢个 A 跑道啦，咁啊呢个跑马地夜赛啊，咁啊睇下天气咩环境啦，听日就啊，咁啊都今日都仲有雨落啊，咁啊一阵落啊，一阵停啊，咁啊都要睇睇咩环境咁啊，但系咧预计咧就唔会话枕住落嘅，但系咧点都应该会有一两阵雨噶啦，听日咁啊都预计当咧就。少少雨咁樣啦，咁啊，如果太大雨咧，臨場啊要再揸執噶啦，咁啊揀翻啲游水馬咁你先得噶啦嚇，咁啊當係好天偏少少落雨咁樣度住先啦，咁啊講翻呢個第四場啊，四班千二米俾大家啦嚇，咁啊呢組馬咧就暫時咧就呢只南區王咧就大熱門嘅，咁啊上次咧用一個。啊，放头嘅跑法，咁喺个利放嘅环境之下咧，跑到位置嘅，咁啊再出排咗三档啊嘛，而家46蚊，咁啊位置23蚊，咁啊要睇睇听日条跑道点样先啦吓。咁你话同组对手咧，真系唔算太强啊，咁所以咧都热咗一啲近绩比较好嘅马啦。咁啊讲翻呢只钱多多啦，咁啊上次咧非常之利放嘅，咁啊。嗰、那個形勢咧，咁啊對佢咧就叫做非常之不利噶啦。咁啊上次咧都係後上啦，咁啊你見佢啦，名次咧早段喺後邊嘅，臨尾追翻上嚟。咁啊其實前一次咧嗰場馬追得非常之靚仔嘅，咁啊嗰次係3.6倍贏咗馬。咁上次係再出，但係臨場咧飛數咧你見到咧唔係好對板嘅。咁啊事關咧就嗰個場地咧相當之利放啊，咁啊所以咧。根本上是放那隻有那隻的那晚就啊，你看到這隻心想事成呢起步啊，咁啊外檔起步咧，一起步咧，哇！快閘噶嘛，中間咧又飛騰追啦，南區王啦，三七廿一追啦，咁啊，第四位咧仲轉色璀璨中檔，放頭啦，咁啊呢度咧就已經係斷定勝局咁滯啦，等於啊，林仔捉到嘅，你見到跑頭咁樣，你都冇辦法。後邊嗰啲馬揀翻啲放頭馬喺前面走噶啦，咁呢只南區王咧就跟住個第二位啦，咁啊所以咧頭三隻咧就陣間咧就頭三名翻嚟啦，飛騰追。放到出嚟三位，咁你見到呢只錢多多咧，就前兩個尾三位置啊。咁中有呢只飛騰追啊，內欄第四線路型起啊，你冇辦法。外邊第五仲係鑽石璀璨啦，第六位嘅馬啦，埋邊咧仲係電信同心啦，響出邊啊金馬位啊，後邊四隻啦高高咧進神啦，前多多響尾二啊，包咗落尾係最多歡笑啊。好啦，入彎啦，前面帶出嚟嘅馬仲係心想事成啊，咁跟住後邊嘅馬有南區王上緊啦，中道位置仲飛騰追啦，後邊第四位有線路型起同埋鑽石璀璨啊。喺入邊上咗少少馬，電信同心啊，最後一步心想事成，咁啊將對手拋甩咗少少咧，而直贏咗幾場啦。後邊嘅馬南區王咧，第二位出邊上嚟迎上爭第二飛騰追，第四名嘅馬係錢多多啊。結果今場賽事呢度咧，呢只心想事成就係擺咗喺前面走咧，結果咁啊一放到底啦，高翻身馬放走甩曬，炮製咗一隻咧直落三場嘅馬，又跑第四啊，第二名咁啊變咗咧真係咁啊七號馬受制於個跑道啦，咁啊飛騰。追追上嚟跑第四，翻嚟前多多啦，系得只前多多追嘅啫，都一样冇问题。咁你如果你听日条跑道唔系话真系你放到啊无轮咧，咁啊呢只前多多咧点都应该有一段嘢睇下嘅，临尾冲到上嚟嘅，你睇上次45.88秒都系唔断嘅，咁啊所以咧你都冇得讲噶啦，投降噶啦，条跑道如果系咁就吓。咁所以听日自己啊头几场望一望条跑道啊，如果见真系利放到癫咧，咁啊自己执散啦。咁啊飞数我谂都会反映到噶啦。上次一见到条跑道咁利放咧，佢都即刻回飞噶啦，都冇晒飞数。临尾咧，所以咧都
OK 噶啦，睇住啲飛做人啦。咁如果聽日條跑道唔係咁癲咧，我諗飛數臨場咧一定係四三倍領四倍到開跑噶啦。嗰邊你都冇咁著數噶啦，有五倍幾。如果你臨場五倍幾 win 咧，就小心啲啦。條跑道應該有啲問題啦嚇。咁、所以咧就係咁啦，呢只錢多多咁啊，推介俾大家啦嚇。咁啊，聽日咧就自己睇翻個天氣啊，臨場再搞啦。咁啊，心碎到呢度，咁啊，下次再同大家見面啦，係咁。